对于万达能不能做好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，现在很多人是存疑的，包括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人存在疑虑啊，好多人老觉得我们是一个土豪，为什么呢？跟土木打交道吗？从房地产公司出来的，觉得能做好这种啊这种科技类的，说带点什么网络类的东西吗？我们一开始做娱乐的时候，也有人怀疑我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做的电影行业做的全球第一吗？是吧？啊，包括做酒店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表示怀疑的。那现在我们酒店行业做的也是不错的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